今天我要咬牙切齿跟你们说话。他的眼神好可怕，我怕。大家快跑啊！咬着牙齿说，真正的咬牙切齿。看我脸是肿了还是胖了？反正、这个嘴张不开了。之前拔了个智齿，拔了之后，他现在又长出来一个智齿，好倒霉啊！人家都说拔智齿拔了就没了，我竟然拔一个还能再长一个。又发炎了，里面的牙龈还烂了，刚才买药吃，吃了现在去接刘小爱放学，8:30放学，在上奥数课呢，喉咙也不舒服。现在晚上必须要家长签字才能走。你今天说的什么学校门口卖什么粘宝宝是什么东西啊？买了没？买了，就是胶带给它粘成球球，回去给你看。好的。你在干什么坏事？你想吃这个寿司啊？不给你吃，哼！抢寿司哦！喵喵喵喵喵！哎呀哎呀！李小爱，你买的胶，这就是你胶宝宝呀？嗯，这不就是一个胶布吗？但是它可以粘的小喵，可以粘出一个这个球球。喵喵，别咬了！这是球球？我粘的死球。你这是咋粘的呀？就是拿出专门粘球球的这个胶布，给它撕开。这样，嗯，对折，就是反过来，嗯，反过来，有胶的一面都在外面，是吧？好了，球从旁边开始，你看啊，这样，你那个就是一直这个粘大的呀？嗯，对。那你最先的时候是用啥粘的？最先就是把这个胶布给它搞一半下，搞一小半下来，给它对折，对折之后用它开始粘，粘出一点小揪揪了，就给它取下来，开始粘，一边粘一边给它搓圆。这有意思吗？这有意思吗？嗯嗯嗯。啊？好玩啊！你不觉得很 nice 吗？我就觉得好无聊啊！就用你平时用的那个胶布也能粘吗？只要有胶的就可以粘吧。我那个韧性不好。这个喵子疯了呀！这是，他说叫你们不给我吃寿司，我就把你家拆了。多少钱一个？2块钱。2块钱一个。嗯。这是我 out 了吗？竟然还能这样玩！我们小时候就把那种胶布，就是用完的，就是字不是写错了吗？就那个透明胶给它粘。哦、我们现在也是的。粘好了之后，我们就把那个透明胶给它缠成一个团子，就那样玩。哦，那个团团啊，对啊，我们许多同学也那样搞，粘成一个团子，他们就说：“你看，这是我的鹅卵石大钻戒。”对呀、啊，就看谁搞得大，但是没有专门买这种玩儿。这就是死球。那不是个球吧？那个鼻涕一样的，挖的鼻屎一样。哎，你玩吧，我去给你煮螺蛳粉去了，吃不吃？吃。看我们家的猫今天真的超级兴奋，你在兴奋个啥哟？螺蛳粉走起，开吃吧！你吃吗？你吃，你先。我牙齿疼，你吃。你先吃吗？你吃，你吃，快吃，都9:多了，9:40了。哎，你刚才在发英语啊？嗯。好，小喵也要来插一脚。不许过来！快吃吧。每次要上奥数课都搞得很晚，6点放学，然后就6点去上课，不是6点放学，现在改时间了是吧？嗯，以后就没这么紧张了。